带签的，知道吗？我去找了。对，你立牌了吗？说不让下了吗？整个公路吗？没有立牌呢。有人权啊！你要是敢把我手机录下来发下去，我是怎么告你？知道吧？谁拿手机是咋的呢？老猛窝，笑谁呢？那老猛窝，笑谁呢？当地人啊，不让我们在这踏上草原啊！不是你录啥呀？你录啥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在这玩，我们是在这玩啊！咋的？你要是说，你要是说敢给我们视频发出去，我让你录啊！你耽误，你耽误。这咱们都是中国的，讲话讲话呀，我们明白不？你跟我哪来的？来，哎，你跟我哪来的？别跟他扯了，不勒他不是人，没人味儿。你家的草啊，你家地啊，对，我家草场，不好意思。你家草，你家地还是中国的呢，知道不？操你妈的，你这傻逼玩意儿！人话都不快说。你多没意思啊！我二媳妇病犯了。哎，我俩不让去。多没啥意思。不让去。王婶，你有啥意思啊？你拦他们呢？我夸一下给你拦他好啊！快点，你给我王婶找。你拦他们呢？回去啊！你这好啊，没啥意思，别骗我，没用你，你赶紧给他找。但是你们现在违法在。